张姓男子于17日16时许驾驶小客车沿大园区坑果路直行，欲右转山果路时，与许姓男子驾驶之公务大货车发生碰撞，所幸现场只有车损，无人受伤。经警方九次后，双方有质均为零。因现场腰线绘制不一，无法判别车道范围，肇事责任仍待调查厘清中。